田亮与叶一茜的女儿 Cindy 因《爸爸去哪儿》而备受关注。昨晚，田亮微博曝光女儿 Cindy 居家生活照，照片中的 Cindy 躺在床上玩耍，身穿粉色睡衣，戴着黑框眼镜，嘟嘴卖萌，网友大赞 Cindy 太萌了。田亮、叶一茜的女儿田雨橙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，纷纷称赞 Cindy 是有爱心的怪力萝莉，在《爸爸去哪儿》中更是被誉为风一般的女子。这个出落的像小仙女般的女汉子，现在比冠军爸爸还要红，而田亮对能够成为 Cindy 他爹很是骄傲。这两个字我一生都想不出，节目组就弄出来了两次，我回放了很多次，这还真是不容易呢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